名记忆是中国独立游戏开发者飞刃群岛利用工作的业余时间开发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目前已经在 Steam 上正式发售，售价29元，好评度 96%， 据称作者是在游戏公司上班，不过只能用下班后的5个小时来开发游戏，并且开发者只有自己一人，因此想要呈现游戏的完整内容时间远远不够。玩家们在评价中对这款游戏进行了高度赞扬，甚至表示个人感觉这款游戏在国内 FPS 的意义不亚于古剑三对于国产 RPG 的意义，无论是手感、剧情、画面，相比于之前的国产游戏都有了巨大的进步。而一些差评也仅仅只是针对游戏的体量，因为整个游戏仅仅只有第一章的1个小时流程。不过从大家的反应来看，本作的素质也值得期待国产游戏的玩家们。一是游戏介绍，2020年的未来城市中